孙志浩亲梧桐妹，享天伦乐，不见林若雅。喂，在大庭广众下放闪，孙志浩实在太超过了。放开身边的女孩，开水，误会大了啦，是他和女儿梧桐妹啦。父女俩日前在金华城看电影，从孙志浩的举动看来，想必十分疼爱唯一的宝贝女儿。据悉，他每个月都会从上海返台，只为了和梧桐妹共享天伦乐。开路先锋，直接插队，挤到了队伍前头。梧桐妹，千万不要学老爸的行为哦。是说孙志浩和上辈子的情人度过假期，那这辈子的情人林若雅跑哪去了嘞？就连20号出席麦太宋基妍婚礼时，他也是一个人呢。和林若雅的感情不知道还好不好后，去女生微博晃一晃。怎么一会儿肠胃炎，一会儿又是眼睛发炎？相信之前留的这一篇有弦外之音哦。我们最大的错误是把最坏的脾气跟最糟糕的一面毫不修饰的给了最亲近的人。林国亮赖，是说你妈，报道。